小度小度，在呢。把起亚的空调设置为23度。哎，放的是我喜欢的音乐呢。喂，听听新闻吧。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，导航去国际博览会场，第一个，开始导航。我的妈呀！哇，要没有前方防止碰撞辅助，差点就追尾了。打开组队出行，看看李欣到哪儿了。我看看，看他的位置好像刚出发。你好，齐亚。我来了。给李欣打电话。组队出行里面看你才出发，我们都快到了。那你们先进去吧，我到了去找你们。你好，齐亚，把你的名字改为小凯小凯。好的。小凯小凯。在呢。我要听我的歌单。JBL 的音质就是不一样啊。能看清后面的情况，变道真方便。啊，外面的空气不太好呀。你好，齐亚，我困了。请注意行车安全，将给您放首欢快的音乐，并开启车内通风，为您提提神。啊，在那边呢。会场进来太麻烦了，直接给我放车后备箱吧。应该放好了吧？得给代理店送东西。嘿，你车借我一下。没问题，车钥匙发你了。你好，齐亚。在呢。设置座椅位置2。打开座椅通风。车里肯定很热，先把空调开了吧。小凯，小凯。在呢。打开扫地机器人。东风悦达起亚。